寇侵略猖狂，人民群起反抗，领导全靠共产党胜利灿烂辉煌，战争似火燃烧，人民斗志顽强，抗战八年非寻常，烈火炼成金刚。上场诗《西江月》一首叙过，内中引出一段经文，此书名为《烈火金刚》，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疯狂的战争，侵略我中华国土，我中国人民举国上下群起反抗，团结一致，不屈不挠，与日寇浴血奋战。常言说得好，这金刚要在烈火中锻炼，英雄要在困难里摔打。就拿着八年抗战来说吧，中国人民就好像一块生铁投入了革命的大熔炉之中，是练了又练，催了又催，打了又打，打造出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，这事迹呀，数不胜数了。咱们掐头去尾，从这中间说最残酷、最英勇、最壮烈的事迹表演下去，那就是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第五个年头，他们实行了疯狂的大扫荡，在长江南北、黄河两岸、华南的游击队、东北的抗日联军、八路军、红军，目标一致，抗拒强敌。咱们别的地方不必演讲，演讲一段河北省内冀中平原这滹沱河下游有一个小镇，此镇为桥头镇。这么一天，忽然间日本强盗重兵包围了桥头镇，那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喊马叫，刀光剑影，炮声隆隆啊，杀的是不可开交。老百姓啊，逃的逃，跑的跑啊，都出去避难去了，有的躲在了麦地里、高粱地里，一个个探出头来，眼望着桥头镇，自己的家乡是苦不堪言呐。姓们在麦地里暗暗的观瞧，瞧只见桥头镇内
被火焚烧。听只听天上飞机嗡嗡叫，那炮声隆隆震九霄，那鬼子兵鬼哭狼嚎，嗷嗷叫，一个个如狼似虎来报朝，百姓们一位位心似火燎，那心中难过如插刀。忽然间战斗停止了，百姓们不知其中之意，暗暗思量着，忽然间从麦地里站起了人一位呀，他60多岁，5尺左右高，哎呀啊啊，哎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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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敲杠39天放的坚如铁牢，老汉他拿此敲杠当做了兵器，你看他双手颤抖毛下了腰，这个老汉毛下腰来往前跑，一心要桥头镇里桥上一桥，这老汉啊要问他是哪一位，赵连勇赵老汉撑起是英豪，
儿赵宝忠，十八路的领导，身为营长，他把重担挑，带领着三个连，与日交战。这几天他转战南北，身受疲劳，一连这几天没睡好觉，偏赶上日本鬼子啊又来报朝。那天上有飞机呀，地下还有大炮，骑兵队虎视眈眈过马横道，鬼子们啊驾着摩托车来回跑，步兵们三把大杆上桌刺刀啊，毒瓦斯放毒气呀，十分害了这样。你就是神鬼难把命逃，八路军三百战士个个都勇耀，一个个一当时长英豪。赵连勇直到部队无气而颤，八路军只有步枪和那个大片刀，日本鬼重兵把守来的可真不少。我的儿啦，是否能出逃？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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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老汉一心把儿惦念，你看他穿过麦地又穿沟壕，从沟壕进了这座小镇啊，沿街去搜寻，仔细的观瞧，在前边闪出了死尸，就在地上倒。赵老汉一怔，心中又发毛。你看他紧走几步，仔细的观看，哎呀呀，这个死尸人头都被刀削啊！赵老汉心惊胆跳，
笑啊愁，才知道是日本鬼子人头被削。老汉说杀的好嘞，杀的呀好，小鬼子咋不把你们全报销。赵连勇见着一个死尸，他就踢上一脚，哎，你看他往前行走，仔细又观瞧，赵连勇啊，赵老汉看了这一堆死尸啊，都是日本鬼子，脑瓜的都没了，被刀削去了。旁边有钢盔，都是皇军装，所以赵老汉认得出来，这是日本鬼子的尸首。那位要问了，说这日本鬼子这人头都哪去了？都是八路军用大片草给嘎去了。这个倒不是，这个日本鬼子他在战争之中，如果是他的日本皇军被打死了，一开始的时候他都用麻袋把死尸装起来，不让老百姓看着，以灭他的军威。到后来呀，装不过来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就把人头割下，用麻袋装起来，然后掩埋，尸体放在这就不管了。赵老汉看罢了多时，咬牙切齿，恨罢了一回，往前又找，心中惦念着八路军大部队的生死存亡，更惦念他儿赵保中的安危。老人家心中忐忑不安，七上八下，儿啊，保中啊，你是八路军的领导啊，你可把部队带出去没有啊？保中啊，你生死存亡，老爹都不小啊，我得看看。他又往前行找，走了这么一块，哎，前边又闪出了这么一堆尸首。赵老汉迈步踏踏踏来到了这一堆的尸首切近，仔细一观瞧，不观瞧还则罢了，这一观瞧，老汉精灵打个寒战，哎呀，两眼之中泪水刷刷就下来了。这个全是八路军的战士，一个个牺牲在此了。老人家不知赵保中儿的生死存亡，看见了这一片死尸，不由得心如刀绞啊。两眼发呆，
你看他颤抖着双手落下泪来，一个个失手啊，都在地上摆呀。战士们，莫非说八路军摊上火灾了？第二赵宝忠他也不例外，今日里是生是死我要看个明白，这老汉揉了揉双泪眼，紧紧着衣带躬下身来呀，仔细地查看，一定要尘埃落定，查个明啊白。战士们熟悉的面孔啊，都知道啊，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，少了这半天不见，他儿在哪？莫非说我的儿他免了火灾呀？少老汉看了看啊，战士们血眼低风啊，才心中想，我召集乡亲们把他们来埋呀，找一块风水宝地埋在荒郊外，在他们坟墓之前立上碑牌呀，上写着名垂千古，震海外，体现出八路军博大的胸怀。赵老汉想到此，心潮澎湃呀！
忽然间在他面前呐、站起个人来呀、这老汉赵连勇啊，心中想啊，战士们为了杀敌牺牲，怎么能够让他们暴尸街头呢？等一时日本鬼子不来了，把老百姓招进来，把战士们埋在荒郊野外。正在想到这个时候，忽然间从那死尸的堆中腾地站起一个人来。哎呦，老汉赵连勇这个腾腾腾倒退三步之外。赵连勇倒退三步外，柔柔泪然看明白，但之间身材魁梧，好大个个的，哎呀，迎风一派，肩宽背后凛凛的身材，八路军帽头上戴，呵，脸边胡子落满腮，又只见他高鼻梁，高颧骨，迎风一派，哎呀，可身上啊，那土和血呀，掺在了一块都分不开。八路军的军带，牛皮带在腰中来系。好像刚从那砖窑里边走出来呀，浑身的衣服分不出是什么色儿了啊！左眼下有个枪伤，是个小洞眼，鲜血滴滴透满怀，这个主这才他抱拳一并手，沉重的声音把口来开，老人家赵连勇一打量对面站起这个小伙子，赵连勇的心中暗想，这个人，这死人他咋还能站起来呢？过去都听说过，说人死了有的能诈尸，但是这是传说呀，谁也没看见真正的死人诈尸。说这个人是人呢还是鬼啊？心中有点害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站起来这个人说话了，抱拳当胸，施了个军礼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“啊，老人家，我还到过你们家去呢，和我们的赵营长要问部队是否闯出重围。”下段分解。书接上回，上回书啊，正说到史更新报出名来，赵老汉一听这个人叫史更新，
史更新说的也挺明白，说老人家，我上您去过，帮助你铡过草，磨过您家的铡刀啊，我叫史更新。哦，老头想起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人人都叫你史大个，哈哈哈哈，个子是不小啊。史更新呐，你看，这战士们都牺牲了。我问你呀，大部队可曾闯出去啊？你们的营长现在何处啊？史更新这才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不必惊慌，更新行了个军礼，他把话云、尊一声老人家、你老放心，大部队已经闯出了城内，一到那太行山上，把根据地来寻。史更新，我奉营长之命，在此结战，我全排战士31位，个个归了营。史更新，我也被枪打倒，苏醒来不敢来沾身，怕的是鬼子兵搜查战场，这时方才看见你老人。史更新说：“老人家呀，你听我讲啊。”这此处怎么不能在此就存身？老人家这么一听，微微地笑、哦、好吧，是不是啊，还你饿了，咱们回家门。史更新说：“我早就又急又饿呀、赵老爹，求您把食水来寻。”史更新道：“我
我要吃上这么一顿饱饭，我一定寻找部队，我的亲人。老汉说啊，你的伤痕这样的重，你要是这么一走，我真放心啊。史更新说啊，这点伤痕奈何于我，老人家你只管来放心。老头子点点头啊，哎呀，看看史更新这个伤啊，是从左眼下边打进去的，从后脑海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个上枪伤，虽然说这个眼不算大呀，但是还望如透着鲜血。史更新说：“老人家，您放心吧，这是6.5子弹打的，这个洞眼小，要是7.9的子弹，我想活命是比登天了。老人家，回家去吧，您不必要与我担心。”赵老汉他闻听，便在头前走，后跟着这位钢铁战士史更新啊。赵连勇暗暗地一番战谈，真是个金刚不坏，这位好汉山啊，自古来关云长挂过辽毒的事啊，要我看也不顾啊，难胜此人。他二人啊，一前一后来得好快，不多时来在了老汉的家门啊。史更新赵连勇便把这门来进，进了院来呀、二人一看，可好惊心啊！但只见正房被炸塌，烟火未尽，当院心呐、炸个弹坑。此坑还挺深啊，只有这牛房厕所还未损坏，看起来这牛棚之内还能存身啊。赵老汉看了看四处，硝烟滚啊，那烟雾滚滚，遮住了乾坤，嘎吱吱啊，听得声声响，那余光的火焰还往外喷啊。赵老汉心如刀绞，
仰天长叹，叫我一声我儿保重，是你要听真，孩儿啦，千千万万，你的沙会桥头镇呐、啊，替桥头镇黎民百姓把冤来伸啊，赵连勇啊，这里咬牙直啊恨呐、啊，忽听见后边有人搭上了烟，老汉赵连勇啊，一看家家户户余烟未尽，烟尘滚滚遮住了乾坤日月，这个街头凄惨的景象，他心中如万把钢刀刺入肺腑一般，难过得不得了，这才喊了这么一声啊，保重啊，儿啊，你千千万万要带领部队重返桥头镇呐、啊，杀退日本强盗，给桥头镇的父老乡亲们报仇雪恨呐、啊，孩子呀！这功夫，他只顾想这档子事了，把史更新呐、啊、忘了。那位说史更新怎么样了？史更新呐、啊，和着赵连勇进到院中一看，哎，当时这位大英雄史更新是心中难过呀，他钢牙咬得咯咯直响，这一咬牙不要紧，这伤痕更加疼痛，鲜血滴滴滴落了下来，疼得他一阵昏迷，再加上连渴带饿，他就坐在地上了，神志有些不清了，糊里糊涂了。听赵老汉这么一喊呐、啊，说报仇啊，儿啊！石更新哼哼了一声，接个茬：“报仇啊，老爹呀，你放心吧。”哎呦，老汉赵连勇这才想起了石更新。老人家回过头来，看了看史更新已经坐在地上了，他这才上前来搀起了史更新。孩子，对不住了啊、哦，方才是我一时失态了。哎，可恨呐，可恨呐，这缺巴巴里洋德的小日本了啊、哦，哎呀，这个手还提着他这个榆木大棒，咱们爷两个了，没有别的地方去了，暂时躲避躲避，你休息休息。没有什么办法，好地方就剩牛棚吧。他搀扶着史更新，两个人万般无奈，进了牛棚之中，进到牛棚之内了。这牛棚是非常简陋的，四度是墙，里边装的是草，旁边放着一个铡刀床，这铡刀床上放着一口大铡刀，预备铡草用的。老汉赵连勇搀扶着史更新坐在这草地之上，老人家说了：更新呐、啊，你就将就着吧啊，你在这儿休息休息，你等一会儿养养精神呐、啊，这几天的战争打了两天
良夜呀，太艰苦了，可惜你的全排战士啊，哎，多好的孩子们，小日本了，却八辈洋德了，放着你东洋你不好好的过，你跑这儿来屠杀我中华人民呐、啊，这个仇啊真得报啊。哎，更新了，你在这待一会儿啊、哦、我出去给你弄点吃喝。石更新点头，好吧，老人家您就出去吧，我又饥又饿。老汉赵连营这才推开了牛棚的门，走出了牛棚，想给史更新寻点粮食食物和水喝。上哪儿去寻找啊？自己家有水缸有锅，可是正房被炸塌了，现在还是余烟未尽，看看吧。老人家赵连营啊，来到了切近，仔细这么一观瞧，看的赵老汉心中难过呀。哎呀，好啊，小鬼子，你真他妈狠啊，啥也没给留啊。赵连营要给更新寻找吃喝、乔治乔炸碎了水缸，又炸破了锅，那水缸内剩个钢叉，还有那一寸深的水，落进了一些尘埃，水色浑浊，这水儿他也能止渴，孩儿啦，将将就就吧，你就将就喝。赵连营拿了几块砖头架好，他点着了火呀，拿来了一块锅叉，就在上边搁，奔过来这个钢叉，蹬清了水，把水儿啦就往这个锅叉上泼。赵连营连山带催呀、啊，他心急似火呀，不多一时啊，可就开了锅。赵连营一看这个锅叉还挺热呀，拿来了两个木条，
又把锅来拖、啊，心中想有水无米呀、啊，怎么能解饿、啊啊？忽然间想起怀中还有两个馍馍了，他讲着、啊、两个馍馍碾成了碎馍了，放到了更新面前把话说呀，说更新呐、啊，就这个食物与你解渴、啊，老汉我万般无奈，实在是没有辙。将军，这喝吧，孩子啊。你看他端起锅盏，急忙就喝呀，不多时，他人都用尽，只觉得身上有力气，可就精神多了。你看他规规矩矩的把话讲，叫一声老百夫是你听着，更新我要去寻找大部队，部队内有英雄众豪杰，寻找部队练武怎么东山再起呀，一定要杀退敌人还我的山河。赵老汉闻听此言，将头点呐、啊，不由得心中难过，雨泪婆娑。说更新呐、啊，倒不如随我麦地里躲一躲吧，等你人养好伤啊，咱们另再说呀。赵老汉呐、啊，一看史更新的伤啊，有的时候还往出渗血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别逞刚去了，这么重的伤痕，你去找部队。老头子，我能放心吗？我怎么能够忍心让你走呢？孩子，到小麦地里啊，先躲着风头，等日本强盗退了，想办法你把伤痕养好，然后啊再去找部队也不迟啊，生命是最重要的，孩子啊，听老爹话。石更新说声多谢老人家，老人家你这番恩义，一字字一句句暖我的心窝呀，你不让我走
我也得走了，老人家你不必往下再嘱托了。史更新说到此处，说走就要走，忽听得外边有人吆吆喝喝。史更新说走就要走，可哪成想就这个时候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还有咕噜哇啦的日本兵说的生硬的中国话：崔子弟跑了就不行，八个牙楼地。声音夹杂着一片，赵连勇赵老汉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说不好，低声说道：更新呐，外边有日本兵特务，你走不得了。老人家，那怎么办？再不这么样吧，老人家，您先走。你熟悉这一带的地势，房屋，你找个地方你藏起来，你别管我。哦，孩子，这是哪里话来？我怎么能够抛下你而不管你？孩子，你别动啊，你就在这牛棚里，我用这草把你扇好，我出去应付应付，想办法把他们都来人都给他支跑，然后你再走不迟。石更新说，老人家，这个不好啊，万一是来了敌人，我不连累了你老人家吗？啊，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营长交代？史更新不怕一死，想我史更新身经百战，屡建功劳，不敢说是百战百胜，几个小鬼子在我眼目之中成不起什么大患。老人家，您走吧，找地方躲起来，我见机行事也就是了。石更新这么一看，哎，得先找兵刃呢。这大铡刀床子上放了一口大铡刀，明晃晃，哇嘞！真要是来了鬼子，这就是我的武器。赵老汉说：“孩子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你虽然是武艺高强。”石更新会两下子。会武术，学过八步单打、小开门、三角门、四门斗，要说高飞、搓走、陆地飞腾、横跨江、竖过海，那是没有那功夫，跟你说，但是也真有两下子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孩子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那我就陪你，要生生在一块，要死咱爷两个死在一堆。哎呀，几句话呀，说的史更新这心热乎乎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老爹，我就听你的话。史更新就倒在了牛棚之中，赵老汉用草把他埋好，往过一转身，推牛棚，关上门，抬头一看，在空墙那边走进两个人来。头前是个小特务，后跟个日本鬼，要问史更新怎能脱逃，咱们接着下文再讲。